刚刚讲的那个地区型的代表歌曲，这首歌呢叫做《过来人》，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写的歌。刚讲到说好像因为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一个高雄一个屏东的，然后讲过来，然后这边好像会觉得那个就是陌生而冷淡，好像应该不会这样子吧？今天去了那个八五大楼的观景台，这样观光客的行为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高雄的那个市景实在是太美了。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海，然后看到港口，然后另外一边高雄市景跟台北其实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为到底为什么，但是非常的井然有之，非常的我不知道，就是很美，我觉得。所以我觉得以前不是唱有一些乐团都会写一些歌词，例如说他们不喜欢留在台北啊，台北不是他们的家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以前因为我一直几乎一直生活在台北，然后所以我其实有某种程度上不太理解他们这种游子的心情。对，但是到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理解这件事情，因为高雄实在是太舒服了。开始考虑退休要搬来，所以在退休的时候退休。好的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过来人。我家乡的名字，那里的人过着朴实生活，我的家人，我多想念他们，想他们都快乐。
不